早上好呀，大家！我现在在去上班的路上。今天距离我实习结束是只剩一个半周了，真的好舍不得。所以说，加上今天又有两个我们的工作的一个 social worker， 一个 speech pathologist， 然后他们两个是今天结束他们的工作，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 farewell lunch， 同时也是差不多，我也跟他们大概比他们晚一个周离开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会是比较不同的实习的一天。大家来了，我们的 house。Oh, I love this. 我们的午饭拿回来了。我到家了，然后今天晚上还要上一个课，就是他们走的时候会给了小礼物一盒巧克力，还有送的一个饼干。It's been great fun.好暖心啊，真的，今天整个一天就觉得哇，真的在这个团队中工作太幸福了。大家看上面写着 Dear Daisy, thank you for the presentation on the conference room. The videos and slides were done really well. Hope you will continue to learn and grow on your journey to become an OT. Take care. 哇，天哪，好暖心啊。距离 placement 结束倒计时7天，然后我今天就打算去买两盒月饼，然后再买一些饼干，就是我 supervisor 超爱吃一种饼干，然后他又不知道名字，但是我今天跟那个医生，我们俩查到了那个饼干叫什么名字，所以说呢，我现在就要去超市买这些东西，然后作为我placement 结束之前给他们的礼物。走啦，就这个饼干，我 supervisor 超爱这个饼干。来到啦，实习结束倒计时6天，现在我正在写这个 student review， 还写了 timetable。我的400个小时的实习还有6天就结束啦，真的好舍不得。早呀，今天距离我实习结束倒计时还剩3天。我今天在家办公，然后我正在等这个 clinical review 开始。I think it should go out as a letter.实习结束倒计时2天，我一会儿呢要跟我的 supervisor 过一遍这个 SPERF， 就是一个 supervision session， 它是会回顾整个我的实习，然后啊，基本上就结束啦。Management skills during the day, for information gathering and preparations, and proving.这是我画的，我 supervisor 画的没有很好，但是很可爱。然后这边是我给他写的一段话，我说 It's hard to start writing this card, just like it's hard to say goodbye. 所以说我们最后要说 thank you and see you in the future. 好啦，就这样吧，晚安啦，明天就是今天最后一天，去到办公室然后送礼 say goodbye， 我的实习就结束了。我现在外面今天阳光明媚，超好看的，然后我画了一个很精致的妆来结束这10个周的实习，去吧。最后一天啦，加油。我
把它打印下来了，我的感谢卡。嗯，现在要还我的 Monash ID 的 baggage， 虽然这个照片照得很丑，可是，还是会归还了。然后是用 internal 这种 envelope。这是我 supervisor 给我的小礼物，这里是巧克力，然后这是他们写的卡片 ，Congratulations， 打开看看，哇哦，哇，这里面是每一个人给我写的，还有哇，啊，好可爱呀、啊，这也太暖心了，真的，我的天哪，爱了爱了，好舍不得他们呀。好啦，离开啦，最后一次这个地方，拜拜。